跑龙剑生又翻咗嚟香港，今日下昼出席记者会，带埋两位粤剧界新秀花旦李佩贤同埋郑雅琪一齐会见传媒。今次跑姐翻香港，主要为筹备怀念恩师任剑辉饮姐嘅演出。今次我知道咧，呢个演出对于跑姐嚟讲系特别有意义噶。是啊，因为今年啱啱就是我师父逝世25周年，所以我藉着这个机会有这个演期去怀念下他咯。但其实做这个做这两个剧目的时候，会不会抱着个什么心情啊？又或者是会做的时候会不会有少少压力或者紧张？有得演出我就有紧张就有压力，不过亦都是好的压力，咁啊俾自己多啲动力啦，希望努力啲尽力啲去做好啲。阿跑唔单止着紧自己嘅演出，更出尽心力教导两位新人。哎呀，佢两个好好噶，好聪明又好伶俐，而且最难得好用功嘅。好用心的咁，因为佢哋亦都有过好多演出机会嘅，有经验嘅，唔係完全係新人嚟嘅而且呢两部戏佢哋都曾经演出过嘅。不过话今次点解话要咁多时间排练啊，要佢哋去加拿大啊咁，因为你知啦，大家演繹嘅方式唔一樣噶嘛。咁我咧就好希望佢哋用翻任姐先姐教我哋嗰一套，咁所以就專登請佢哋過嚟温哥華，同埋我早啲翻嚟呢度同佢哋排多啲。